演的一部呢，《失速列车》。是后面有僵尸在追，后面有僵尸在追我们。哇！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站的位置呢叫做北湖车站。是为什么北湖呢？下一站呢就是湖口了。哦。纵贯线的区间列车从基隆出发，一直到竹南。嗯。到竹南的时候，它就分两边喽。哦。这边就海线了。海线。通霄苑里大甲。哦，就是三线呢，就是三义铜锣。哦。什么耶？还有这个，还有海拔线最高的顺心中。顺心。我其实我们综艺最强综艺就不是要在学校吗？为什么在车站啊？海对。你在介绍。现在要走入车站了，没有没有不是，干嘛走入车站？人，我们呢是因为要介绍今天来的这个叫中国科技大学，我们今天目标还是大学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叫中国科技大学？它是湖口学区。你知道全台湾所有大学，这个它是第二离火车站最近。哎呦，第二，多近啊！第二，大概200多公尺吧。哦，以前这么近啊！但是呢，你们都不问第一在哪里吗？所以你要问嘛？第一在哪里？第一就台南归仁长荣大学。哦，那它直接呢，车站一到就是学校了。哎呦，车站在学校里面啊！所以刚刚带各位，哎，你们是中国科大的？是吗？哦，来来往前站，你们来来，你们是通车来上学的吗？对，这个学校啊有2000多人，但是听说有300个是住学校的。住学校的，真的？对不对？700个是在校。校外生就是说租房子使用汽机车啦，对，好多卖。那有1000个就需要靠这个铁靠这个火车最重要了。那你住哪里？我是住竹北。竹北，竹北，所以每天动车。对，你住哪里？新店，太远了吧？新北是新店呢，就很好。哇，那你为什么不读台北校区？对，你不住校舍。分数不够。分数不够，怪自己不够努力。那请问你，你每天怎么上课？每天通勤不是？那几点了？坐火车吗？一大早。所以班次不一样嘛。嗯。来，你从哪里啊？来，我住台北。台北，每天通车吗？我住在学校住附近的租屋。哦，所以你是那700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有的人就必须要靠通车啦。对，但回家也是要坐火车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最近念幼稚园的？没有啊。人家比较娇小。你怎么来？我住校，住宿舍。住宿舍。哪里人？三百人。桃园观音那边。桃园观音，如果有时候桃园观音，你也是坐这班车。对。你看。学生上课迟到像话吗？真的是啊，以前早八哎，对，今天这学到底有多远？多对。刚刚是为什么叫你跑楼梯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跑步。要跑到学校吗？跑到学校，赶课的中国科技大学吗？哇，这就以前学生读书的时候才会这样哎。你们有时候坐列车来，时间赶的时候就跑的吧？对。赶的时候要跟我们一起跑。啊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跑吧？我们用主观视线带各位进入中国科技大学，让大家体验一下生活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来听噪音哦，我要看你们了，要认真跑。赶课，200多公尺，同学。Go！ 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还有后面都有车哎！他让我们过，他知道我们快迟到了。休学，大家快休学！同学好，同学好！来来来，每天都这样跑，很累哎。哇塞，每天都在火车。哥哥，我要办你退学啊！可以办啊！所以你刚刚车站这样跑过来，其实真的不算远啊，但是跑还是会累。你好惨啊！我是因为要拍你们。哎，那是拍啊。对，漫画瓜哥，你现在是在退兵嘛？对不对？流汗呐。对，瓜哥很强，他一路陪我们这样跑。是啊。秀慧姐也是，我两个。我已经离开学校时间大概有40几年了，40几年，所以能体验那个学校生活嘛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忠实是走入了中国。真的，体验一下学生赶课的时间。今天体会一下，既然前进校应该体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，是，不如这样跟同学见面呢，先送个奖金给大家。好，好，我们玩什么嘞？我们这个厉害啊！我们这些三仙啊，是梦圆啊为主，战将，对，他
马国碧我不敢讲了，他是跑路不是跑步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们来进行迟到跑步大赛。好，那同学有没有参赛的？来，哇，这三个一看就知道常常迟到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把光都挡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映任。对，你是大几？我现在大二。大二什么科系？数位多媒体设计系。哦，你有是住校吗？我现在住学校，没错。住校，所以你不用跑吗？有时候还是要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要到那个湖口去买个晚餐什么的。他们生活重心在湖口了啊，或新竹，对，或竹北，是好玩嘛，还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乃轩。陈乃轩，什么？我是数位媒体传播系，也是一样数，对，跟他一样同班。你是住校？对。哦，你本身住哪里？台北。那一定要住校。好，大名。我是陈玉杰。刚刚有问了哈，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你是通车的？对，通车。然后住竹北。住竹北。对，竹北。那有三个比赛，我们要判三个厉害的。哦，伟哲。哦，梦远哦，他们看起来是这两个就很会跑。这两个今天上通告，一看就是为了跑步来的。这会不会太欺负了我们的？欺负你几岁了？23。对啊，你17，我19。对啊，是谁欺负谁？好，体力来讲应该是年轻比较好。19岁的有爆发力。那女生怎么办呢？我们派谁？女生啊，来。有信心，超厉害的啊！你是跑步厉害？我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太谦虚啊！蛮厉害的，真的吗？只有你们最了解的啊！虽然我是想看罗拉跑，但是还是要实在一点。等下给会外的。对，从刚刚我们起跑点，这里是终点，我们看谁先扑到蓝垫子。谁就赢了？那奖金也3-0就5000呢？3-0对对对，当然只有3-0跟2-1嘛，2-1就是3000了。哦，他们现在主要最辛苦的是，他们要从这里再跑出去。对年轻人是要辛苦，但以后不要做了。其实他们还好，最主要是瓜哥也要再跑回去那边。没有，吹哨子。那是你跟那个到那边。终点站我来，起点站你们来。我就搞 game 而已。来，各就各位。迟到跑步大赛，两组挑战者同时进行跑步，从车站出发跑到终点，铺在大蓝垫上，先拿起汽笛喇叭发出声响者获胜。右先预备，左先预备，全先预备，空拍机预备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报告好了。好，预备，各就各位。来，预备。有枪声了，有枪声，出发了！说到，我听到枪声了，有人倒地吗？加油！加油！过了七十公尺，然后有七十，我来了，再过你7秒，加油！人家19岁的厉害，抢那个！年轻的，不是刚刚那个谁说谁欺负谁？对，还他们欺负我们呢。19岁还真有差，很喘对不对？很喘，你脸色苍白，很少跑了吧？很少，比较准时。你也很少跑步对不对？其实还行，都在偶尔会跑一下，都在玩手游对不对？都在打电动对不对？蛮常迟到的意思。对啊，你们还是要多接触绿地啊，多跑步啊。是，运动很好。哎，同学获胜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1-0哦，3-05000哦。呼叫！哎，现在是同学1-0哦，你们那个艺人要加油了哈，不能变3-0哦。对哦，这样子难看哦。艺人热身中。好，那第二组请准备。好，来第二组准备好了没？报告，好了。来，各就各位。预备。开枪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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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鞋子不见了。鞋子。来来来来。哎，静心啊，你没有按错喇叭啊？来。你没有闻错喇叭吗？啊？你看，输在喇叭。你穿袜子跑，你鞋一开始就跑掉了。对，那很静心，里面都是石头，很烫，对不对？为了，结果输在这。你没有闻过喇叭吗？哎，这个同学很厉害，他还会把它拆掉，把它拆掉组装。来了来了，报告。上了一双不知道是一只谁的鞋子来了。Cinderella， 那你要试试看，这双是不是你的鞋子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是公主了。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然后要绑紧了，跑步的要绑紧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脚底板。哎，那同学，你很厉害的。很猛哎。表示他奋战到最后一刻。是。他没有听到那个喇叭响之前。尽量去抢，他还是有机会的。哎，对，所以他很聪明，把头拆掉再自己组装。他拆得头，他领先很多，最后输在喇叭。真的。但是我们前面讲得很清楚，哦，谁按喇叭谁就是啊。所以虽然这么多双眼睛看到他有领先，对，但他始终那个喇叭就是不按，而且很紧张，你还是获胜了。好，我想因为喇叭是他按的，对，二比零的啊。那个艺人注意，艺人注意了啊，现在是二比零哦。虽然刚刚艺人领先，但出了差错了。哎。这一趟希望艺人要争气，不然就五千块就不见了啊！要按喇叭，刚刚呢是他没按到喇叭。好，那马上要进行第三组了，第三组了啊！二比零的加油啊！艺人加油，守住啊！我们守住五千啊！预备，各就各位。开了，开枪了！开枪了！你再跑，好，再跑。这男生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哈。加油！加油！领先要会按喇叭，领先不会按喇叭有什么用呢？来来，感觉要看到人了。冲刺！冲刺！冲刺！帅帅哇！今天穿着好性感哦，真的。我要为你守住奖金啊！啊，对，还好你，不然我们五千块没有。刚刚我们艺人是领先，但他按喇叭不会按，一直摸这里摸那里，不会按喇叭，被同学按走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终于守住奖金。所以你差很远哦。对，差太远了。脸色苍白，脸色苍白。但是感谢同学这么认真啊。最后呢，他们是获得3000块，对吧？是。还也感谢你守住奖金了。是。那我们待会颁奖，有没有第二组的来？有，赚外快的人来了啊！来了。哎，你大名？许芳轩。许芳轩，你有通车吗？对。哦，每天要赶车。哎，没有，礼拜五会搭车回家，然后来回。住哪？住桃园观音那边。观音。观音那。来，大名。我叫刘浩文。刘浩文。这个帅哥可能蛮会跑的。赶紧跑，太快了。没有，我其实不会跑。不跑。那你来干嘛？挑战自己哦，对啊，我其实不会跑，但是感觉你们艺人更烂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腔调啊？因为我是外国的。啊，外国人啊，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。是你马来西亚，你刚名叫什么？刘浩文。刘浩文，英文名叫？你可以叫我 Leo。大名？林玉成。林玉成。林玉成。对。也通车吗？住学校，住学校，常跑步吗？现在比较少。刚刚第一轮我们是让你，没错，也不是让的，因为刚好碰到女生不会按喇叭，是。现在大家都看我会了，我们接下来派出来不得了，简单的哦，谁？那个胡主威，哇，漂亮，张健将哦，主威，这个叫狂电。这个你们玩速点，先赢一票再说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三票都赢了。第二名拿枪吧，五三。哇！许新阳只剩下你了。绝对是你啊，新阳，不可能是我。你那么害怕，许新阳让你挑，那两个男生你挑，马来西亚的还是？都可以。他们笑，他们跟学生一样。我觉得马来西亚比较，你要挑谁？我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因为我很菜而已。那那一定要我，交给许新阳。哎，我的 Air Force 跟 Leo 一起。吴三，你对他了。对，吴主任对他了。好，对，好好讨回面子。刚刚也是输了。我们把他们3-0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3-5000哦。好，来请就位。现在马上进行艺人复仇赛了。复仇赛。
来，准备好了哈，来各就各位。开车！换停！换停！换停！感觉在慢跑。慢跑！慢跑！地主不会胡说，你许新阳吧？许新阳在慢跑。谁在慢跑？有可能哦，许新阳地方。许新阳真是什么？打了马来西亚的 Leo， 落后太多了。慢跑。啊，没有，胡说了，胡说了。太屁了！太回头看了，按他，按他，不行不行，对着他按，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不是啊，你会不会赢得太轻松了？你回头看了啊！而且你还对着他按喇叭，我努力跑。哎呀，你有全力跑吗？有，绝对有。红姐，你在漫步什么？我全力跑了。你刚刚是全力跑，你知道现在学生很少运动吗？很少啦，对不对？连把妹都懒。哎呦，就是几个朋友聊聊天啊，手游啊，线上交友，讲屁话啊。对，哈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跑太慢，跑太慢都追不到。目前还不想交。哦。OK， 来，请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摄影师啊，接下来的第二组了，我们一人先一比零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第二组是女同学了，各就各位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枪声响了，好，希望转过来转角，一看到就是主威啊，一定是主威啊，主威应该可以赢他，我至少赢他20公尺，我对他有信心，大胜。因为胡山都不一定跑得赢胡主威，真的假？很快，真强。有练啊，很怕转过来是女同学。球大了，球大了。不会不会，你放心。主威主威，你在哪？主威，大家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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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第一名，没有差很远，还是很近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要拍喇叭，拍喇叭！是红的。来来来，都是。胡主威真的很快哎，我那胡山都不一定跑得赢你了。但同学好像也没差太远，快吧？对，超快，超快。你们事实上是有差一点年纪的哦。你平常很少跑步？嗯，有一点。最喜欢运动是什么？发呆，打乒乓球。乒乓球。主威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国手。国手。对。哇，那有机会看打打乒乓。你为什么喜欢乒乓球？因为很好玩。你从小的时候就练吗？还是这个练大学的？大学。嗯。好，无所谓获胜，那我们一人赢两票啦。对啊，两票。那这样子要复赛。那我们待会呢，就我们都进学校，让他自己跑。就他一个平枪，我们就走了。我觉得许新阳会唯一输的一人。哎，报告，一人现在2-0了。漂亮。现在我们把那票都押给许新阳了。好。许新阳到底能不能3-0就看他了啊！来，各就各位。那个虽然呢，同学输了两票，这票还是要认真。我个人给你鼓励1000块啊。他的精神，许新阳是算这里面最软的，再赢不了没办法啊。他软的跟他卖的面包一样，很软。也是这样。各就各位，有招。好，有死了，有三哦，有枪声响。许新阳应该在水里比较强一点，陆地上很糟。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转过来看不到。来来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了！来来来了，来了来了！同
同学冲太快，还把头犯同样的毛病。对。但是这组我不想，车坏掉了。我不想他们打架打到了马路上去了。但是呢，我两边都要鼓励了。谁呀？也就是我们艺人呢，算三战两胜，你也没输，没输。所以艺人呢可以获得3000块奖金，是。你个人可以获得1000块奖金。皆大欢喜啊！皆大欢喜。是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。你们俩跑回来了，不然回来这么快跑回来，是你跑赢还是马国玉跑？看样子是你跑赢。好，这个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贵宾呢，是我们副学务长，我们的学务长郭小强，来来来，欢迎，欢迎，大家好。来了，给我们讲几句话来，谢谢小乔。瓜哥好，还有各位帅哥美女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科技大学的新竹校区。新竹校区，那还有一个校区是？在台北文山校区，在万方医院捷运站前面。是是是。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新竹县的湖口乡，其实我们离新竹的工业区很近啊，然后校园很广阔哦，设备很完善，是适合学生学习的地方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进去了。对对对。瓜哥，你想要知道我们新竹校区有哪些科系吗？啊，不想。让我讲一下啊，来请说。那我本身呢是行销与流通管理系的老师啊，是。对，然后我们系上呢都是在做行销跟有关物流管理的课程。那等一下我会到烘焙教室，那是观光与休闲事业管理系。太好了，应该好好介绍。好好吃啊。那我们还有拍电影的影视设计系哦，还有视觉传达设计系跟多媒体。你放心，待会我们都会一一介绍。对，我们还是会重复再讲一次。现在最急需的就是您有没有带红包这个部分。现金表有吗？有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节目叫《Show Me the Money》，所以要加上那个音乐，那音乐先给我。音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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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示范给你。怎么节奏这么慢呢？这是国标嘛？世界级。是同学刚刚3000块钱，对，来，谢谢，请颁，一人1000块钱，谢谢。接下来艺人呢，刚刚获胜，艺人请，哎，胡子威。谢我，熊妮来了，好，最后的男同学了，上台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带回家。喜欢，带回家。今天同学，我们在校外逗留太久了，是，我要赶快进去了。那个，我们就开始前进学校了，上课了，来，前进学校。中国科大新竹校区位于湖口乡，校园环境优美，设备完善，同学的课后活动也相当活跃。虽然才成军3年，剑道队就在全国大专杯剑道锦标赛斩获佳绩哟！哇，这边来到学校了啊，哇，很漂亮啊，阳光普照，环顾四周，学习环境非常好。副学务长，这个你科系有很多嘛，你可以大致上讲一下啊。好，那这栋楼是叫韩德楼，是我们，对，是我们的教学大楼，是，所以管理学院都在这边，行销流动管理系、宽管系都在这边。那学校也有那个环保系跟环保系回收系吗？不是哦，那个是要训练大家的体力，所以我等一下来运动的。为什么拿瓶子这样像回收一样？平常课程吗？这么好学校都教个观念，要做好回收，是吗？是的。哎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还是还有很那个看起来很熟悉耶，好有。在学习哦，来，同学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念吸星大法。吸星大法，他也是马来西亚哦，难怪那个同一社的社长。对，你为了念，你是要前几天要打雷啦，你们同学靠过来，你看啊，同学还在，同学在念这个星大法。
这是面壁吗？对，有点难呢。我早上来他们就已经在这边练很久了。是啊，因为呢，我们的这个现在走进校园有这些游戏嘛，年底会争霸赛，所以你们因为这样才练的。对，好，你是马来西亚人？马来西亚。好，你马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根。玉根啊？玉根。我的名字比较难念啊，不过我的社员们都叫我拿督。拿督。副学长们说：“哎，你们做你们设计这个游戏，这个其实有环保的概念，是的，就做好回收资源，所以瓶子一定要压到这么扁才合格，对，盖子要盖好，是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联合国正在推永续发展目标，它有17项的计划，大致上讲一讲，就是消除贫穷啦，消除饥饿啦，什么健康福祉、公平啊、性别平等等等，还有像就业、传统经济啊、减少不平等啊、永续城市啊、海洋气候，就像海洋生态跟天气。”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对对，和平跟正义制度，最主要是不要有战争，全球为伙伴。和平，共识啊。我们没有把它念完，总共有17项。这个叫 SDGs。SDGs。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呢，是也把现在带入学校，告诉观众朋友，这个游戏好玩之外，它必须做好清洁环保。环保很重要。你这个态度也不对，怎么用摔的呢？这个下面有人一层一层的，像我盖瓶子，下面有谁？做盖瓶子，出来出来，下面有谁？有那样的胆，因为孤胆入卵的啊，对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苦心了。是的，好，谢谢欢哥。那同学既然练了这么久，我们干脆就来进行我们 C W 的意思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廖杰恩。廖杰恩。杰恩。廖俊杰恩。杰恩。杰恩哦。对。这是哪里？我是马来西亚人。马来西亚。我也是马来西亚。你来这边念什么科技啊？影视设计。来，请就位了。来，加油！好，31科这个记录哦。目前是我们世新大学的同学。因为世新。世新。对。好。一个西藏普利斯。4颗掉地上，好，不然拿一个盆子接走。对，还有这四颗是作废的，其他都是你的成绩了。那你数三颗数，三颗算。好，三，给镜头看一下，有机会哦。12 15 18 21记录了，不急不徐啊，动作是很标准，我看他几乎要把乒乓球退下去。你练了多久啊？这个差不多2到3个星期。哇，就每天在那面壁这样。你觉得爸妈知道这件事？花钱请你来这边，不是来吸这个乒乓球，这个也是荣耀啊。但是练肌肉嘛，你要告诉爸妈，我是在推展永续经营，是环保概念。OK， 25颗，来下面一位。你好，大明，我叫陈建伟，陈建伟，怎么有腔调呢？也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为什么好多马来西亚人哦？马来西亚的早餐是全世界第一名的，嘎呀嘎呀，好吃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我们叫嘎呀，哎对，椰浆早饭啊，哦，对，小鱼干啊，有些是用吐司啦，啊，果酱这样，对对对，肚子都好饿，真的。好，你来台湾习惯吗？我来台湾习惯，我现在其实已经来台湾4、5年了，是，然后我现在
是研究生。最喜欢台湾什么食物？最喜欢台湾什么食物啊？好多哎，我列不完啊！全台只要能去吃的地方，我都会吃。可以吃的台湾很多美食，臭豆腐啊这些都可以，我都接受。那现在有的人不吃椰浆的话怎么办？你们饭好像几乎都有跟椰浆。哎，没有，其实我们三大种族有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其实华人几乎很少用椰浆的，是马来人跟印度人会比较用椰浆，所以如果你去华人的餐厅会比较多没有椰浆的食物，炒粿条啊，炒粿条，对，越讲越饿了，请坐，不要讲了，我不给了，加油了，哦，左撇子啊，对，左撇子，准备好了，建伟，陈建伟，西星大马，西大 please， 哎呀，完了，不要急，好。西班牙语，里面的如果掉出来也不算哦，掉一颗。三颗作废。OK， 来，三、六、九、十、二、十五、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四。哎呀，这也是有口才。所以他们练了数颗，三十一颗更很强，对不对？可是可以明显看到这两个同学，一个比较稳，一个比较急。急没有用，急也没有用，一颗一个那个稳，我觉得比较好，看得也舒服。不然观众看他贴很急啊，很紧张。而且我们的评委不知道哪一颗是掉的，有没有含进去，还是直接碰，还是碰到就下来。左撇子也有劣势，因为他的时间有点，所以为了要把那个时间，哦，这个我们这个可以事先讲，你下次先讲，我们就可以帮你移过去。他是因为还要这样，他还要交叉了，对呀，他这样拿时间，时间。是你早说，我们就把这个移来。但是我们已经固定了，粘住了，所以粘度有机会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两边都要有。是，对，台湾会左右手。我们也是做节目，有什么缺点就改进。是是是。好，谢谢陈建伟。谢谢。24颗，下面一位。欢迎。哎，老老师。马来西亚。哪里？台湾的。台湾。台湾哪里？台湾的新北那边。新北哦。对啊。讲话怎么有点口音？怎么马来西亚朋友？我有点口音，因为我之前有去马来西亚，不是中国一段时间。哦，念书吗？还是念书？你是在沿岸吗？不是，我在南京。南京好，请就位。来，加油！台湾赢了。洪辉宇，因为加油，辉宇。这档那个开始了，还有哎，别人可以拿新的。这么少？哎，他很节俭哦，他是客家人嘛。吸也是练吸力啊，这其实有帮助的。对，没有练吸力啊。对，还掉一颗吗？掉一颗了，偷一颗。三颗拿，3、6、9、10、12、15、18、21，哎呀，刚好23、22，刚好差一个顺的，对，虽然没有破那个31颗记录，我们第一名呢，15颗，廖杰恩来，杰恩，马来西亚的同学，好，你
除了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还有颁奖嘛，3000块，谢谢，继续加油了哈，将来挑战我们总冠军的，接下来进行下一回，细心到法，细心到法，记得大家的比赛游戏规则模棱两可，是我记得上次会有人拿起来这样试，到底你手会用力压还是压扁呢？我们现在呢严重的非常小心的审视这件事，是一定要够扁。我先示范几个给你看，头要抬起来，好，抬头，双手不能碰瓶子，同学注意看哦，双手，好，正确，背着，好，要不要靠起来？要不要靠起来？一人统一他人拿，你统一手盖，好。不是，我手干别人，你只帮我手，你帮你手，因为看到今天头抬起来，我只算几个而已，因为。没了，我只是示范。不要一直递，拿上瘾。没有，我觉得记，我递的递的蛮顺的。顺，对啊，这个就不会说标准哎。瓶子有没有吸饱啊？像这个呢，这个就不行，这个我就不合格了。这个不是我吸的，这个盖不好，这绝对不是我吸的。这个是没盖好，这个是没盖好。这个，哦，我变了这个。而且它又盖好又吸完，哎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争议，也没有双手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一人不跟你们竞赛，你们自己同学好好比赛。目前最高纪录是15瓶，15瓶，应该很简单呐。四星大师，来来来，同学，主持人，来参赛的。呼吸就是一种哲学跟生理学，对，要深呼吸，不然我们呼吸太浅，寿命会短。好，对，吸气要吸很久，吸饱，吸到肚子里面。那吸多久嘞？一般我到大概3分钟吧。啊？你可以吸到3分钟，怎么回事？吸太饱吗？现在来气死人是可以，要不然潜水的记录是多久？20几分钟哎。22还20，德国人一个潜水，对对对，潜水是要把肺打开可以练的。对，同学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肖燕仪。肖燕仪啊，嗯，那你叫肖逸婷。哎呦，你们是姐妹吗？肖，哎，我们不是姐妹，从哪里啊？朋友了，你是马来？对，我都是马来西亚的。交换学生吗？不是交换学生，在这来留学。专程来的。马来西亚很爱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像，人文都很像，对吧？嗯，没错，很喜欢这个文化。你交男朋友吗？有啊，恭喜恭喜！不是马来西亚人吗？马来西亚啊，你跑到台湾来教马来西亚人，太浪费了。爱用国货啊，是是是，肥水不漏外人田。一组呢，那也就是你在拿瓶子，是谁来锁？锁，你锁，好，要锁干净哦，最后检查标准，没有，我们检查哦，双手背后面哦，嗯，啊，在马来西亚有玩过这个游戏吗？没有，应该很难会有这个游戏，这是我们发明的。永生难忘，来到台湾留学还玩过这个游戏，是来各求各位，双消联手啊！时间呢是30秒，好，预备，要起哦，那我们有检查瓶子，七星大法，好，加油！水会来不及，水会来不及，没有用力气玩。我哨子吹那么长就让他数，结果吹半天他都不动。太老实了。我哨子吹这样，他就这样。老实嘛，什么叫老实嘛？对，那什么叫老实？那个瓶不能算，最后一瓶你不能算。我在吹哨子，他不去锁，我吹完他才锁，怎么办？人家勾引嘛，怎么办？好了，算了算了。哎，这个合格吗？还可以啊，算可以，只要有碰到就可以，还可以吧。一个，一个，两个，这样是不是比较确实？对，清清楚楚嘛。哦，是的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不错不错，机会哦。哦，肺活量大，哎，肺活量很好，哎，十，有机会破纪录，哎呦，又会破哦，11，我们记录多少？15个，12，
都扁了，哇，十五，这个没有碰到，你看那个壁都没贴到壁，这个过是有点勉强，是的，这个还可以，哇，可是我们都没有检查瓶子的，有瓶盖都是满的，都塞好的哈，其实瓶盖没盖好，它会碰出来，碰出来，谢谢这组同学，好，下面一位。大名，我叫张成豪。张成豪，哪里人？马来西亚人。听口音就知道。你也是马来西亚？啊，我叫杨元廷。你是马来西亚？啊，我是台湾人。台湾人住哪里？啊，杨梅。杨梅。杨梅一模一样。那杨梅不适合玩这个，这个要吸气，杨梅都太粗气了。对。对，他叫杨梅吸气。杨梅吸气。小中的小中也杨梅啊？对，一模一样。小中大同国小的。哦。不是大同宝宝。我也是大同国小。学长，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没来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价钱太贵。我们两个就不会来。学长，16瓶哦，不急哦，要吸扁，这个要彻底锁好，是，好不好？没有锁紧会碰碰哦。来一位，吸星大法，张成豪加杨元廷。30分钟啊！啊，吐气只能3秒钟，吐真的很难啊，因为他要用力。如果慢吐的话还可以。哎，是是。那个胡主任，我讲有没有道理？有。你有练呼吸吗？没有。没有在练呼吸。那你说有没有道理？一直频频点头，我以为你知道，当我没问你。标准，贴了，前胸贴后背，是吸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样子说？找不出哪里是胸。你放掉。社会姐，哎，什么？后背贴紧了，你看到吗？标准呢？超标准呢？但应该没有缺点了，你看。对，很棒哎，吸得很好。哎，这个还没有压到哦，因为它没有锁好。对，它那个中间没有贴紧，没有贴背，贴背就不用讲，贴背就不要讲。哎呦，看来是完全贴背。7、8、9。贴到十，会多会多，十，十二，多点了，13，还花式啊，14，划算，15。这个组合目前除了刚刚那个没有贴背之外，其他都很标准。他都快吸到你，管他你手来不及掉下去。是啊，太快，他来太慢啊！谢谢这组，下一组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你不会告诉我你是甜瓶盖的？没有没有，你是要吸的对不对？啊，我是要吸的。对，你们俩情侣啊？不是不是，你怎么看着他？哎，对啊，你是马来西亚？我是台湾人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看起来很像马来西亚。蛮像马来西亚。混血儿。哦，混血儿。哪里？哪里？菲律宾。菲律宾。哦。对，漂亮啊。对，漂亮，还五官非常俊。混多久了？几岁？几岁？二十年。20年。可以中间可以改变的。是台湾，爸爸是台湾的。对。妈妈是菲律宾。你有菲律宾名字吗？没有。英文名字。Abigail。你的名字很特别呢。Abigail 是什么意思？Abigail 就是圣经人物的名字。听起来比较像咖啡豆呢，这是 Abigail 来的咖啡豆。好听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啊。好，来请就位。来，17瓶哦，加油！你同学哦，你这个肺活量不得了，手要放后面了，不能碰哦。你要手快一点哦。17瓶，我要抬起来哦。因为吸星大法。等一下，我还是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啊。
拿督啊。我名字叫谢权。对，刚没问呢。谢权。一直说他是菲律宾，他问英文。这是阿比给。阿比给啊，谢权。谢权。喂。西信干嘛？好。头抬起来。头抬起来。加油！还会有画面哦。不想。没有。你没有锁紧，你们没有锁紧，有几个碰起来了。哎。锁紧了，锁紧。要锁紧。目前算是还。不算。你要喊好哦。对，好像他力量没有吸的那么饱哦。可惜啊，妹来，我没有说，可惜什么？他有好几个都没有锁好哎。来啦，我看一看。没有锁紧都捧开了。像这个啊，这个就没有前胸因为后背了，因为瓶盖我不去检查它，你有进气它就会变。对，那就一定会捧起来。这个就不合格了，这不合格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就合格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四，五，七，这个也很点，八。九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所以你第一个路锁紧掉是打平记录，是啊，差一个，刚刚那个真的没办法过，没办法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完全太碰了，对，所以成绩是十六十七，哎呀，接近了，恭喜张成豪、杨元廷，谢谢王慧。接下来我们请副处长郭小强来。好，哇，为什么你皱眉头？同学比赛不好吗？不是，乖哥，我刚才话还没有讲完。你说，我还有几个系还没有介绍。哦，你说的是什么？对，我们的那个还有室内设计系嘛？室内设计系，对，数位多媒体设计系，还有资工系跟资管系。资工系跟资管系，是，对。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颁奖完了，好，我们请副局来颁奖，同学，我们颁奖，来，等一下，新蛋 please， 冠军来了。那我们要深入学校的，是，我们带我们去参观一下，来，我们继续向前走。耶！学校是最重视体育，是操场，你看铺的就是体育空间。我们不玩是有点可惜，是怎么玩呢？那我们玩体力脑力九宫格，已经做好九宫格了。是我们希望呢，学生呢跳起来动起来。好，我们艺人今天也没什么活动，是先那个马国立带大家先跑四圈嘛。四圈，OK的。我是早上才从车站跑过来。对对对，有暖身的啦。有暖身的。来，我们欢迎同学。来，同学大名。陈俊宏。陈俊宏。俊宏。几年级？三年级。学的是影视科。四色。啊？室内设计。四色。室内设计。哦。室内设计。大名。彭子云。彭子云啊。对。是什么科系？观管。观光管理系，台湾人吗？台湾人。哦，你呢？苏燕茹，哪里人？台湾人。对，台湾人。台湾桃园。桃园哦，是学室内科设计。观光管理。观光管理哦，现在是科技解封之后不得了，观光普通大涨，真的。你们三位呢？来跟你们另外一个同学来，请后退。另外下一组，另外三位同学来。大名叫立正学，立正学，立正学，厉害的立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对，
厉害关胜利的利，厉害关胜利的利，也有厉害的利哦，也有厉害关系的利。您就是胜利的利，对，哦，利正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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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立，这叫利正学，还手手，你到底有没有学过？啊，还没当大明星，还在学。大名是徐美玲，徐美玲，运动员对不对？看你肌肉这颜色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健康。强项是什么？剑道，还有剑道。整整高起的剑道，不是哪位？不是这个剑道，是这个剑道啦。剑道怎么晒那么黑？哦，要练体力嘛。已经剑道很厉害了，对，还好。全国第一名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全校第一名。新竹县，新竹县，练多久？我是怎么会学剑道？练了大概有十几年了，十几年。对，哎，怎么都是女生啊？剑道？有男生。你也是剑道？我是男生。你也是剑道高手？对对对。同样是剑道，大家不是在一个空间练吗？他为什么那么黑？你这么白？我练体力嘛，对不对？练体力啊，还去跑步，要不要多时间去跑步？对对对。你也是剑道？哎，对，我也是剑道。哦，看不出来。大名叫黄新佑，黄新佑贵校是有剑道社是吧？哎，对，很厉害吗？很厉害吗？还比较厉害，都厉害，对打对打，对打对打，立正。先让他比赛，待会再立正学，好好的厮杀给我们看。剑道是很舒压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学生有六个嘛？是，你们先竞赛，产生一组。那待会六个艺人也产生一组，我不让艺人跟你们比赛，是怕最后艺人都赢，最后还是留下六个艺人，有保障啊，有保障。啊，你们输赢总是会产生最后来竞赛冠军的，是的，这是一个游戏，冠军有冠军，另外一个不一样，好，花样百出的，好，你们俩各就各位。这两组同学会来跑九宫格，是跑不好跑，不要破街哦，小心安全为主啊！预备，如果进同一个格子，想抢中间，我们以谁的脚先进来，是就以他为主。好，因为不要退级了，华哥他们会看哈，叫你们退出，哎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来，好来了 ，Go， 比赛开始了，加油！第一组呢，先让我们同学来竞赛，白色先，哎，绿色也在开始了。剑道你是绿的，你要阻拦啊，防守啊。你怎么会在这边？第二个放这里啊，第二个放的就错一半，根本没得听。我们剑道同学是怎么回事？我就说剑道体力好，但是脑力比较差。你怎么会想要摆这边呢？对啊，你看哦，刚刚这两个连成一线，这个东西绿的就要防守了，是没有防守就让白的一站。我的反应力也很考验。你绿的没有一个条件可以成一线的。对啊，你怎么会摆这边？这个是视觉上的错误。对，所以你要看格子啊，所以你看。绿的应该是要放这里，结果没放，对，算错误啦。对呀，可能是跳的时候反应力有时间压力，有意思吧？对啊，体力脑力的嘛，对，没关系，好好去，这个也是天意的。去换剑道衣服，让你们好好穿剑道衣服，好好秀一下，来赚奖金吧。来，恭喜你们那组，应该是什么戏啊？你们是什么戏？管戏获胜。接下来我们要产生另外一组来决赛了，一人组那个，今天还没秀的有陈晨宇，还有吗？两女一男哦，哎，两男一女，还有一个男生呢，太好了啦。好，先一人组了，体力脑力九宫格，预备。主天主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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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
重，好重。断错误了，哎，那个艺人情谊多烂，很烂哎，草草都剃退了，还会不该的，真的，不是因为那个哈，你的脑袋想要往前，但是你的腿跟不上，对，因为没有设定，那突然爆发了，马国碧，你什么？你不是跑三铁怎么？对吗？好烂哦，这个跟三铁不一样啊，你说一出发腿就软，完全不一样，没有，真的是想要跳快一点，但是重心怎么一直往？因为跑了三四步，他就腿就剃退，那个腿跟脑都分开了，对啊，而且我会偏，就像罗拉跟离谱吧，带拖着袋子走，你到底要放这边还放那边都不清楚，有点违规，你看。梦圆还是你放错了，关键是梦圆，梦圆没有。他没有防守这个，我相信马国碧哥会赢，我相信他会赢。不是，先防守啊！我们速度会慢，要先防守。对啊，先防守。梦魇好像他的这个脑筋有一点短路啊。不是啊，我相信他会赢啊。最后是我们这边获胜嘛哈？对，就胡胜这边。好，接下来不是玩这个游戏，不是这个游戏啊？对，要换一个地方了。为什么？那这个太大了。那我们太大。你看这个有多大？那么大。没事没事。怎么了？干嘛去啊？干什么？我们看你怎么了？怎么在看这有多大？哎呀！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你看了？哎，大象木头。这个地方你看，来怎样？我这样躺着多大？哦，太大了，这太大了，太大了吗？所以呢，我接下来那就换一个地方，大家眼睛跟着闭起来，一跳马上就变小。眼睛闭起来，一扬头，哎，好，快学那么穿，不能很差。这么小，这么小，变那么小，哎。你很好哎，真的好小哦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刚刚我躺还有一半以上，你现在我躺都变小了。对啊，观众视觉上不知道我们马上变小了，看不出来，这法力无边的，好厉害哦！我请主威跟那个哎，李芳，好，李芳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俩单独跑，你们接下来跑谁先完成一条线就获胜。哦，那有奖金吗？奖金，示范，示范，来，这是单人挑战，还是示范？待会你们三对三，个别三战两胜，最后就5000块了。好，所以你们晋级要看到，预备，好，他们两队很强。好，谁先放就谁的哦，不能抢同一格。来了，开始喽！我们一方，放中间，没错，这就有机会了。到停牌，主位，合牌，他们两个提议就是和局嘛。那还有一个状况，太用力如果崩起这样的话，那个就不算，就不算，破掉不算，所以要小心哦，不要让它崩起哦。对，像他们俩智力体力差不多，你这个和局刚刚要和局难呢。对啊，对，这个和局没关系，你就是换下一局，全扫掉，因为你三战两胜嘛，也许两和一赢啊，嗯，没错，也赢，总会有赢的嘛。是的，所以各位这样听懂了啊？你对他，胡山先跑第一组，好，我来，你先放第二组，大哥放第三组。好，来救各位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就为了第一组，来准备好，预备，来大家，好 ，Go Go Go Go！你怎么在那里呢？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刚你让我们回水啊！等一下，我先倒带一下。就这个还没有嘛？这个也没有。对，他就是放那颗，对，放那个老。就他应该放哪一个？他应该放这边。然后他就会合起放这里。而且他是想了很久哦。完全是被胡思安美色所迷。美色啊，美色。你看你这样子犯错误了。哎，其实你在跑的时候脑袋要很清楚。真的，反应要很快。旁观者清，对，当局者真的会搞不清，所以你一比零落后了。哇，不是啊，你真的捡到狗屎。我刚刚原本以为要和了，和局没关系啊，三和里面只有一赢就赢了。对啊，现在我们一分一比零，这真得了吗？了不起了，对啊，直接第二棒二比零就结束了。对啊。不用跑第三棒，不需要。对，所以大哥来放水吧。哎，第二棒是女生，我来跑第二棒。那大哥可能会输嘛？哦，试试看。女生可能会赢啊，我们让大哥先输，女生要走。没有，大哥第二棒没问题。大哥，好，第二组咯。如果两个同时落那个，我也是看谁先落。谁先放？我会看啊。那后放的呢？我会把他撤掉。他已经往回跑，我就撤移旁边一颗。哦 ，OK。哦，这是公平的规定，不然那两个一放。谁的？预备，我们会注意看的哈。好，第二棒来了。谢谢您，好。算同学赢了，看到了，同学，他因为呢，其实他抱一颗也就输定了，抱一颗你得少一颗，你要拦也很难拦，真的没机会了，没力了，再来一起，力气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中国科技大学，是很精彩啊，很精彩，哇，一比一啊，来。那个陈宇跟我们那个又跑去后面了，张可以靠，那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来请就位。好，最后一组啦，决胜局啊！听清楚规矩，如果两个同时放，我要看谁先放，后放的我把它移到旁边。好，好吧，你们按照那个球的规格。陈宇加油！准备，加油！要小心，不要踩到地。决战呢？决战了，预备。开始很倔强的，两个都放这里，对，要放中间哦，对不对？当你这样放，就要防守这一块了。结果他跑到这里，还往别的来不及了，要放这里。陈宇跑得很快，好快，一阵风似的。可是这个防守的话，他们没得跑了，他们等于要比速度在抢。很精彩哎，很精彩，对啊，不是很少练习的。这个智慧跟美貌是同等的。我们之前只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现在有5000块，你们没有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们还是分享一下你同学。大家来这边亲门打呼，是啊，慕容奇，要分享，说不过去，传出去就拍天。太可怕了！太少了，太少了。来，我们请加码人。同学，这位又动脑又动体力了，是啊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5000块应该分2000块给同学，3000块给艺人，可以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同意，我们就鼓掌通过了。好。我介绍一下在学生，叶琴说，他除了呢运动之外，其实我们学生有很多专业的表现哦。好，像影视系，他们有参加加拿大的短片影展竞赛，获得杰出奖跟卓越奖。是哦。那视传系呢，他们有参加美国 IDA 的国际设计奖。视传系，视觉传达，视觉传达系。然后他们有15座的德国的红点设计奖。哎呀，厉害了。对，所以来这个学校学就对了，是专长。学以致用，投入社会才有帮助，是的，报效国家，也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。欢迎欢迎，我们先颁给安慰同学奖，5000块，show me the money，来同学2000。
害厉害厉害！哇，你的舞蹈怎么跳那么好？你脸也红了呢，你是哪个啦？大哥，他是统一啊，统一啊，统一就是因为要加入之后，现在战绩越来越好，真的。关注一下魏权，关注我。魏权第一，现在战绩第一呢？战绩有了，魏权的有来吗？魏权的我们已经有看了，来一个音乐。你站的好吗？跳的好吗？他也是机器人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跳的好。怎么了吗？不输李多惠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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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有资格傻，因为他叫熊尼嘛，熊尼的 money， 不错不错，都很优秀，不论统一乐天的哈兄弟的，魏权的，魏权的，啊，像我刚刚那个有提到同学见到听说很多，是的，他是他们最近呢就是有得到全国的大赛，哦，第一名女子组的第一名，来来，还有得分赛的第一名，哦，都已经穿了男女啊，这个互相对打给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看一下剑道其实很凶的，是不要脱离范围了，是压了，尽量打啊，尽量打。我是觉得这边的地势有点小，我们可以回去刚刚那边吗？好，那你要跟我们一起跳啊，眼睛闭起来一起跳，一二三，脱离。小是不是又一样？瘦下，哇，真的，哇，你管这个大小是不是一样？哎，快点，好难的，好难的，哎，是啊，大哥，各位，各位是，大哥，救大哥，救大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喂，好好好，怪哟。哎，欸，我只是市场说我们场地有变大，对，有通通都搭上来，真的有，看出来什么牛鬼蛇神的。好，这个场地够吗？够。鱼都不要随便提那场地大小的问题，来，请对练。看看剑道队的同学们气势十足，穿上防具仿佛变了个人。接下来的实战演练想必相当震撼。进场哦，嗨，好这边。还有爆枪吗？是哦。哎呦！得分了嘞！哎呦！哦，要是我，后退，怎么鸟叫声呢？不得分了，这个叫是正常的。没有，我又来了。爬这边。哎呦！你看他步伐。没到头了。那他得分嘛？对对。他为什么去防守他的头啊？因为他刚刚的打到他的头，他刚好挡起来的时候没有挡到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所以反应很重要。几次来不及不是故意的啊。对对。好，收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精彩的立正学，还有徐美玲。其实这样很难分出胜负，他们也没拿到奖金。对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每个人身上啊粘个六颗气球。哎呦，谁先把他的气球先打破，谁就获胜，就获胜。真的哦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样就粘六颗气球。哦，这样子粘在他们身上，这有分位置吗？我应该在有关系。哎呦，还是肩膀可以。如果你自己把气球拨下，也算你的。哦。所以你在击剑的时候，不要自己拨到自己的。哎，这样也算对方。也就是你把对方六颗气球先击破的人，奖金就3000块。好，预备。那你自己不要自己拨掉，拨掉也算你的。对哦。来，预备。不要帮对手得分哦。好，加油加油。退，各位。退。为了钱，够吧。现在，厉害！哇，好凶哦！这个算了，这个算了。哦，不能用碰，下次是一个，是不是？掉一个了，还有一个。你要柔道，剑戟。哦，好痛的！小心，打他的腰。攻击他的腰，肩膀这不算哦，也有游击。他在找空的，攻击掉了，Lucky啊！
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在，还有一个，还在。获胜！来，我们来颁3000块，老师。哎，怎么样？来，学武打。他们两个刚才非常卖力，我可以多给奖金吗？你可以啊，老师。可以，来，请。OK， 来。2000块钱。谢谢，谢谢介绍费。啊，新娘跟新郎的最强兄弟秀，兄弟们。节目如此精彩，多亏同学们的优秀表现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烘焙教室一探究竟，看看还有什么厉害的奇人。这里怎么那么多妈妈们呢？是妈妈姐姐，像不像我们去看人家小孩满月的？可是不是学生的，怎么那么多那个长辈啊？还是他们是老师啊？还是在板凳？没有了，瓜哥可能他已经留级了。跟你，我也又不是跟你，又不是你。那我们进去看看，都是这里做杯子蛋糕，哎，啊，你们做啥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也是做杯子蛋糕。杯子蛋糕，杯子蛋糕。哎，可怎么这么多都是长辈在那边做啊？对啊，这个是中国科大的乐林大学。你除了做这个甜点，还做什么？还有这些蛋糕或者西点啊，面包。学煮咖啡呢？煮咖啡也有，饮料调制什么都有。也有饮料调制。对。像你要缴很多学费，还是他们免费的？我们大概缴1000块的学费。一堂1000课。一学年。随便。一学几堂课？一学期的，一年一年就有上下学期这样子。一学期几堂？我们问问看学务长，搞不好学务长说出来的更标准、更准。学务长在等我们。学务长，刚刚的乐林有一年招收40个人，对，他们上课的时间大概一学期上几堂课？大概18周，但一个礼拜大概2次。哎，那真的佛心来的，我们的机器非常。这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张启豪。老师好，老师也教学生，教那个年轻学生嘛。对，我们有正规学生，他们是乐林学生。正规学生我们会有顶级跟乙级的那个培训。老师任教多少年？11年。11年了，今天这么多材料，你们有做出成品来吗？对，我们那个要做，今天就是示范给他们看杯子蛋糕。哇！我的天哪！这是他们做的还是？好好吃哦！哎呦！不会太甜，因为他们不能太甜。没错。其实我们每学期都有做义卖。捐给哪个单位啊？我们每个学期不一样，这个学期我们就捐给香园新竹香园教养院。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爱恒中心，新竹启能爱恒中心。你还是甜点女神，尽快拿去试试看。你不是在学做甜点？对，我有在学做甜点。其实老师，我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考这个丙级的这个执照，对，老师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教学。不止安安啊，新阳也是对这个甜点很有研究。我是蛮有兴趣，但没有安安这么专业。你们吃干嘛？可是我吃你做的甜点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，大概2年前吧。那刚学。对，现在技术呢？还可以啊。来，我来展现一下。就是哦，甜点一把照，安心师傅出好料。来，请开始哦。哎呦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我要做的是杏仁瓦片。杏仁瓦片，做的是中式马卡龙。中式。不用那么甜，可以开始。来了，开始了。现在我们准备60克跟这个全蛋跟蛋黄。我是加入蛋白。你这边是蛋白，他那边是蛋黄，然后还有这个细砂糖。你也是细砂糖？细砂糖，然后大概100克左右。100克。我目前的工作做完了，我这边要打发大概4分钟。为什么你是电动的，它是手动的？对，为什么？它这个大概要搅拌多久？就是把砂糖搅到就是融化溶解出来。就融在里面，所以不能用那个打，因为会打过头，不能电动。所以现在是已经没有颗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加入这个过筛过的面粉。过筛过的面粉，没有其他杂质的啊。他真的很专业，他有一个日本想到日本的甜点蓝带糖。瓜哥有多久没有吃到安安做的甜点？已经很久了，很久，在家都没做，对不对？对。上一次做是给谁吃？女朋友。
直练习练习。安瞬间盲脸红。没有，他有跟我讲。这边差不多了，电动的要多久？4分钟。应该在1分钟。哦，应该在1分钟。是，那这个是 OK 的嘛 ？OK。这是要加杏仁片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要加这个刚刚融化的奶油。奶油大概是多少的量？两颗。这是两颗的。两颗。40公克。再把它混合打，对，就是把它融合成一起。这个算，这个应该这边应该可以了哈。因为做节目的关系，它还是算做比较那个时间短的节目。是是是。好，新阳那边现在打好，放大概120克的低筋面。你要不要把它拿起来？120克。哇，您这个厨艺是有专门练的，还是哪个教的？没有，我自己兴趣去学过。没有，学过1-2个月而已。奶哥是像家庭主妇一样，他做菜其实也蛮厉害。他很怕桌面脏。助理做了。现在要放下一个步骤是？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杏仁片进去。哇，老师这还可以挡不呢？下重本了。重本了。哇，这个准备起来了。看起来了，把它加了，放了点盐，搅拌均匀。对，让它融在里面。让它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杏仁片。哦。好，新阳这边也打好了，要把它塞到那个像冰淇淋一样哎，粘稠哎。看起来蛮好吃。哇，我们要先分成15等份，然后再给它摊。哦。15份，他在摊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许新阳要挤牛挤牛奶了，挤牛奶，挤奶油，挤奶油，哎呦，他的马卡龙啊，要倒一份，哦，喂，你看那个肉，哎，哇，这个做蛋糕也是要那么细啊，这爱练呐，嗯。还手会颤呢，还不是讲亲戚叫来就会晓的，没有，那无人手会颤。啊，纯老人家学做厨艺很好，嗯，手会颤，不会动，要稳定，稳定的，嗯，最后一个步骤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哦，还有糖粉，哦，那我们这边安安也全部都摊平完成了，你完成了啥什么？还没摊平，还没摊平，还有一个步骤，还在等，大家还在等，还没摊平呢，不要还没做，碎面出来就很薄啊。那如果没摊平太厚的话，它是不好烤，对不对？厚人片，你这么快的哈？对，我可以进烤箱了。那你可以进烤箱吗？你先进烤箱。你的这个可以进烤箱，大家可以进。是啊，这东西进不是你进了，你要听清楚嘞。来。我这个摊平要很费时间的。对啊，其实看起来简单的那个杏仁片，做起来也是不容易，不好搞干啊。就在新阳开始烘烤步骤的同时，安安也已经完成准备烘焙喽，一起期待成品吧。下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来了。什么叫台式？这是台式马卡龙。其实它是牛力，它是我们台式马卡龙，是我们自己给它取的名称。对，它就是蛋黄小西饼，这样就可以吃了吗？要夹内馅，夹内馅，一般会叫夹心啊。两颗夹起来，跟它烤一样。然后又有奶油啊。我们先做一个成品出来，就知道它怎么接下来。一颗成品得花时间去做。那这样就要结合在一起。哦。哎，真的马卡龙的样子来了。嗯，很好吃哦。嗯，谢谢瓜哥，谢谢瓜哥。我知道它糖霜跟奶油，对对对，夹在中间别有一番风味。哦，这个中间也是非常可口的一个蛋糕。哦，哇，像小蛋糕一样。你可以继续吃，挤一挤，挤一挤，我们大家吃一吃。杏仁片，对，杏仁片。哎，这个做完之后要怎么把它挖起来？就用这个机器。我来看一下。嗯。来，可以先给爸爸吃。要先给爸爸吃，先给爸爸，要先给爸爸吃。爸爸没事，我们再吃。没有啊，我说爸爸吃了开心，我们再吃。是是是。哎，为什么没有那咔咔咔的？有呀。因为台湾很潮湿，放久了就会那个老那个受潮，比较潮湿啊。对对对，一般吃，所以它那个要马上，对对对，它要马上冷却，马上。这个都是通常都是现烤现吃啊。好呀，来，嗯。我知道杏仁瓦片，杏仁瓦片，你看在这里可以学到做一些小甜点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让爸爸妈妈，让我们长辈可以花时间的做菜啊，做这个甜点。对对对，好。那我们是不是老师？今天乐龄这么多长辈在，我们也跟他玩个游戏，送个奖金嘛，送个奖金给他。好，我们进行我们面粉传情啊。喂，今天呢做甜点都是要面粉嘛，做面包要面粉嘛，那我们就用面粉传情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好。我们跟秀慧，这个我们这一我们这个游戏啊，就跟乐龄组一样，如果没有50以上是不能玩。那只有你们两个，只有你们两位有资格。我这样看着看着，只有我们两个可以玩。乐龄组，乐龄组是。对，安娜请坐。陈，
陈哦，哎，阿东陈，人叫的阿东陈，彩杰，彩杰嘛，小杰对哦，对，人叫小杰哦，还有小杰姐，阿吉你几岁？五十，十八岁。五十八岁哦，五十八岁。啊，你来家乐林欢喜哦，欢喜哦。啊，你有学到什么？哦，学到很多吃喝玩乐、做人处事，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常识，什么都有。法律常识也有啊。一个小小厨房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不是只有厨房的，我们还有别的，还有调酒。哦。啊，那请后。我姓钟，钟声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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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羡慕你哦！哎，那是公务人员呐，没有，这是客家姓小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姓钟嘛，钟声豹，你为什么叫钟声豹呢？因为是我爸爸给我的名字。爸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哪个声哪个凤？三个火，一个木的声。三个比较像光荣的荣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字叫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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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为什么这个字可以写得这么丑？是不是？这个嘛，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哦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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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木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哎哦，哎，这个字，这个是吗？施恩生，对对对，哪个凤啊？凤凰的凤，生凤，好，凤凰的凤，玉凤凰，凤。你的鸟特别小，这是鸟。说他的感情状况怎么样，瓜哥？当初呢是三把火，因为命中缺火，金木水火土，它有水有土，就缺火跟木。那感情状况呢？感情状况呢？这个像这个球中鸟，他这一辈子婚姻没有换过别人。哎呦，球鸟啊，从一而终，是吗？对，怎么怎么？是是啊。嫁几张？嫁几结婚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好准哦！你看，所以他准，所以他球在里面一个鸟，是把他鸟关起来，对，关不住嘴。是因为老公跟他相处，他非常火大。哎呦，会吗？而且还三把火，三把火，他们的感情非常木讷，对不对？简单啦，没有啊。你们感情怎么样？很好。吃喝玩乐的，他也不管我。你看到吗？是木讷嘛，没有管他。是是是是，非常幸福的一个人。是鸾凤佛鸣啊，是终身凤。你们那组是你们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来，这组秀慧姐的，我们自己好好访问了。好，来，大姐，请问你贵姓啊？我姓李，木子李。哦，啊，你嫁几次？嫁一次，也是一次而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易贤，后裔的易，后裔的贤，这个名字取得还真难。他不像一般人，什么叫舅爹啊啦。玉贤，玉贤，下面摸呀哈！这个大姐，我姓杨，杨杨木易杨，是的，杨家女将，对对对，叫杨美惠，杨美惠，美惠，杨木易杨，美惠，美惠，秀慧，秀慧，那这样子，两队，你有一组嘛，来回两次称重量，好的，好，来这个多的就获胜了，奖金3000块钱，哇，3000块钱嘞。我们一起一组哦，我们三个一组，好，我们赢了也是3000块，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来一起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！来，你们先吧。面粉传奇，到了，好了，大家开始了。还有多哦，还有多哦，好吗？等待哦，到了，要摇好要慢来。OK， 好，现在要传到休息，传到休息，不要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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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一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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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笑哦。带着阿姨那么矮，哇，这个好满哦！第一集，这位姐，喂，那不是你的杨门女将吗？那个杨门女将，对他满脸都是，哎呀，阿姨啊！好，这边你很多嘞，哎呦，没错，你们姐妹两个，你好。哎，你两个人，你两个人呢？身高呢？对啊，我哪呢？好吃点都袂歹啊！你都要磨好水啊！哦，你穿起来腿我肯定穿到灰啊！哎呦，我这么虚都惊着，恁去拳头拢同款，我这个要怎样算？
你啊，对，聪明，哦，对对对对，那他有比你高多少吗？高一咩咩。哦，我要用贵的。您这个中间呐。好了，先看数量了。240.3，24.03。24.03。反正四个数字就24.03嘛。24.03，那该我们了啊。来了，你要煮了。我就自己吹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只看重量。好，开始了，加油加油！因为限时间，你们可以慢慢来，摇稳，慢慢来就好，慢慢来就好。喜欢管多太厚了，是啊，哇哦，长辈比刚刚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而且拍照很好，是啊，哎，好了，我们是多少？36.73。你倒的不错啊，哈，但我刚刚看管多多厚啊，那个，真的，我们这摇得很好啊，所以我不敢看你嘛，我一看你，你等一下就笑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要换气啊，我也要憋气啊。姐姐很厉害，她转过来她都是闭着眼睛到的。对啊，对，喷到眼睛了。36.73，我们就获胜了。是的，颁奖3000块。我们啊，副学务长有些事情好像要跟大家说。好，欢迎副学务长。是是，今天来学校，谢谢你们的配合。谢谢谢光哥，谢谢各位帅哥美女。哎，不会不会，有一个惊喜要给你们团队哦。惊喜？还什么惊喜？哇！哎呀，这个是我们先。大家不是一起在被空唱？对，马国玉生日快乐。今天呐，不是有一个人生日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英文的，是 Happy Birthday。谢谢谢谢明世，谢谢大义，谢谢最强综艺秀，谢谢瓜哥，谢谢制作人。生日啊！对对对，好好的讲一下。但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要谢谢我的妈妈，我的家人。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好的，没事了。我只能说，妈妈，谢谢你。虽然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们很好的生活，但是你告诉我不要放弃，我有一直有在做，我一定会在你们。我一定会给你们过好的生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龙龙靠干你，没有，那你许愿之后，你许愿之前，我们那个啊，鼓励一下，啊，抱一下啊，毕哥毕哥，对啊对啊，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，来抱一下，啊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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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真的很感动啊，真的是，哎，你知道马红米也是很努力的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，是是，经过这个，对。
啊，不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对，你可以许愿，许愿，许愿，许愿吗？希望现场所有与会的朋友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然后。生日好像不是你的生日，谢谢谢谢啊，不是啊，他生日不是啊，他生日啊，今天7月28，录影嘛，这个蛋糕拿的会不会太快？今天是他生日，你说拿给我过生日？对，因为要看播出的时间呢。哦。这个是误会，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副学长，副学长，我们叫小毕毕生日，哭的哭成这样，不会知道是，但是马国毕今天是生日，今天对，真的今天生日，但是他是要帮我过生日，你得靠安努，许个愿，许个愿，真的是我的生日还没到，我真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用心，但是其他感动的话就不要，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仪式要补一下，仪式要补一下，来，要抱一下。这个你看，一靠近就吸掉了。谢谢校长，有生日，有生日就会输了。也是祝福毕哥生日快乐的。今天真的，但4月28录影是你的生日，是，但是我们播出他讲没说是5月底的生日啊。我们一起祝生日快乐。好，大家天天快乐，对，身体要健康啊。谢谢我们副学长，谢谢。祝我们的校姐，谢谢你们。继续欣赏，跟进来最强综艺秀《兄弟》。